哦，好，以及这个床哦，在台湾的正统或者是龙里面呢，不同的演出的模式啊，都有不同的这一个展演的方法。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战技龙的一环啊，那战技龙它有比较轻，那属于台湾的本土的金龙团，非常大，好，非常大。所以在那里哦，内行的看门道，外行的看热闹哈。那也今天场地的关系哈，可能没有办法把龙舞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哈。不过我们还以热烈的掌声啊，来掌声来鼓掌啊，多少来支持这个舞龙的表演。
感谢哈，非常精彩的表演。对，看到咱真真不错，自然所带来这么精彩的团队，再次用力的鼓掌，感谢。